你也不能蹬鼻子上脸，对他这么不礼貌。切，你管得着我？你真把自己当……哇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好了，我送他去关禁闭了。抱歉，各位。也没必要这样嘛，阿乔他只是性子比较直，我不在意的。阿乔那叫罪有应得，回回吃亏都不长记性。你果然也到了呀，马兰妮。是啊，我还以为你路上遇到危险了呢，没想到是认识了新的朋友。我是派蒙，你们好。旅行者，那你算来对时候了，现在的圣火竞技场可不会让你失望。你怎么是一个人来的？你的队友呢？他们都有各自的原因，去找更有希望赢比赛的队伍了。也就是说你又被丢下了，对吧？不管怎么说，就算团体赛有办法投机取巧，等到了个人赛还是得靠自己的本事。我也没办法拍着胸脯和他们保证一定能让我们这个队伍通过团体赛，毕竟团体赛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古明奇成人吗？这种事谁也没办法保证啊，你不需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压力，而且你只是缺乏自信而已。我们都知道你的真正实力一点都不弱，上一次距离参加巡夜者战争你也就只闪了三个胜场而已啊。哦，之前就想问了，归火盛宴巡礼像是纳塔全民的运动会，这个巡夜者战争又是什么呀？前者是斗技，后者是真正的战争，对手是我们纳塔永恒的敌人深渊。啊，原来这里也……等等，这么说的话，那个归火盛宴巡礼获胜者的奖励居然是上战场吗？这么说也没错，所以才会被称为巡夜者战争啊。部族间通过比赛选出最强战士，击退深渊，守护我们的家园，由此被记录在故事中，久远的流传，这是纳塔人最高的荣耀。嗯，没错，既然是战争肯定会有危险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虽然对抗深渊是我们的义务，但火神大人也会赐予我们祝福，让我们能平安归来。嗯，那就是可以令人死而复生的还魂师。还魂师死而复生？是的，所以也没那么可怕，对吧？而且还会给人一往无前的勇气呢。我们还是先去把登记办了吧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等等，那现在卡奇娜你怎么办？你不会真的打算一个人参加团体赛吧？我们倒是很想帮忙，但我们不是纳塔人，好像没办法参与。因为参加比赛没有门槛，团体赛队伍非常多，战况也非常混乱，无论能力再强经验再丰富，都不敢保证比赛的时候一帆风顺。这种时候人多一点，互相有个照应，总不会错。这样吧，我想到了，注册的时候问问看能不能给这两位旅行者一个特殊的资格。哎，多半是没可能了。如果不行的话，这次我的队友正好也不多。你不会是打算让我来带队吧？答对了。怎么样，你这么强，他们能加入你肯定是件好事啊。我倒是没问题，但你们不也才两个人吗？两个人和一个人完全不一样，更何况是我们两个人这样的组合，连刚来纳塔的客人都知道两个人和一个人的区别，对吧？我们嘛，哎，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。是啊，和一个人比起来完全不一样呢，是吧？正如那句我们这里传了无数代的老话，我们不会孤军奋战。可是会不会拖了你的后腿啊？说什么呢，整个纳塔也找不到多少能打得过我们联手的人吧。原来你这么自信呢。那我好像也有点信心了。
但是两个古冥继承者组队也很少见，我肯定会被当成懦弱的家伙。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规则上不允许，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。我们会这样做，还不是因为迫不得已吗？那你负责把事情和你原本的队友交代清楚，我不擅长这种麻烦事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不然我也不放心呢。哎，等我一会儿，搞定了之后，我们就一起去报名。就是这里了，我们等等马拉尼吧。进来的时候，你们看见飘在门口的旗子了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有点印象。那个就是部族的旗帜，我们回声之子加上另外五个，一起组成了现在的纳塔。你怎么突然介绍起来了？闲着也是闲着，我答应要为他们介绍纳塔，我想更称职一点。行吧，我来自玄牧人。我们的部族建在高山上，和尼野龙的关系很亲密。我的好朋友马拉尼是从流泉之政来的，他的部族在海边，风景很好，也有很多好吃的鱼。此外还有花与会、烟米煮、卧鹿之邦。有机会的话，等归火圣夜巡礼之后，我带你们都去转转。好呀，我代表流泉之政欢迎你们。反正首领现在人也不在。哇，刚识到你就回来了。我搞定了，顺利到不可思议。金尼奇的名字可真好用。我觉得他们只是认为你提供了一个有利无害的替代选项。哎呀，我们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嘛，你就等于好选项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们等我，我们赶紧报名吧。您好，请问是来办理注册手续的吗？没错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问问，我们这里有两个对比赛很感兴趣的旅行者，他们能参加吗？不好意思，只有纳塔人才能获得参加的资格。能通融一下吗？他是非常有名的冒险家，身手没问题的，观众肯定也很想看到强者嘛。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马拉尼小姐，对你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特例，但对我们就是千千万万个以后可能出现的特例了。归火圣夜巡礼除了选拔出最强的战士之外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从战斗中收集角逐之焰。角逐之焰会被送入圣火之中，只有圣火长存不灭，纳塔才能永远不被深渊所入侵。原来还有这个作用呀。是的，这也是归火圣夜巡礼诞生之初的作用，所以每一位参与者，无论胜利还是失败，都为守护纳塔做出了贡献。参与，便是一件光荣的事。没错，正如基尼奇先生所说，而角逐之焰只能在纳塔人相互之间的战斗中产生。若是有外人参与，则会影响这种火焰的产量，最终影响到圣火的燃烧。这样啊。果然还是角逐之焰的原因。没事，交给我吧，我可以帮你们安排非常好的观战位置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当观众也不错，更有旅游的感觉。不过总觉得好像有哪里还不太明白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纳塔居然连死而复生都能做到，那大家一起上不就行了吗？反正都可以复活。这么强的力量当然是有限制的，首先
还魂师只对古明的继承者生效，普通人就算赢了鬼火圣夜巡礼也不会去和深渊战斗，但他们也能享受到和战胜深渊的人相同的荣誉，这是为了保护他们。还有另一个条件，说起来也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字，赢。赢？败者成为战火的余烬，而胜者重燃，只有战胜深渊才有复活的资格。如果失败了，不仅会死，古名也会破碎，再也无法继承，因为失败者的故事终究会在时间中被遗忘，他的存在本身也很难维系。对啊，不是赢了吗？输掉的人才需要复活吧。这是以小队为单位的概念，比如这次我们有五个人一起去对抗深渊，哪怕战况惨烈，有四个人都牺牲了，但只要剩下那个人凯旋归来，还魂师就能生效。既然是胜利，就是一场值得铭记的战斗。当然，这也需要这个小队有足够强的实力，否则失败的代价同样是非常沉重。所以归火圣夜巡礼的初赛是团体赛的形式，还有个原因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当独行侠，我们不会孤军奋战，单枪匹马行动的人输了就是输了，是没有机会再回来的。啊，听上去还是有点危险。这句话既是劝诫也是一种激励，危险固然存在，但我们永远携手同行，在出征的英雄背后有全体纳塔人与火神大人的支持，而且深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敌人，通常我们只需要应对他所带来的灾害和异象。我有过阵亡的经历，曾在大陵的国度中漫游了一段时间，还算是种很新奇的体验。大陵的国度，也就是说大陵真实存在于纳塔的某个地方？很难说，因为正常手段都去不了那里，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和大陵进行精神沟通。我们称大陵所在之地为夜神之国，是介于肉体与灵魂、生命与死亡之间的非常神秘的地方。还魂师救了你，这是世上最遗憾的事。能让你找到逃出来的路，是我现在最遗憾的事。啊！胆敢对我伟大的圣容库胡拉阿乔口出狂言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在你们介绍风土人情和吵架拌嘴的时候，我这边注册手续也做好了。各位都是熟人，办起来很容易。接下来我只需要根据名牌卡登记队员就行了。你们可以去酒店休息一下，今晚的食宿按照惯例是免费的。好耶！我忘记说了，在明天开赛之前，酒店里的吃喝玩乐全都是火神大人买单，可以招待亲友，所以也包括你们。走吧，我们可以尽情享受了。Thank you.
用客气，放开了吃，这些都是我们这里非常有特色的菜，吃多少都行，吃完了我再去拿，吃到火神大人一边结账一边抹眼泪。不会有这种事啊，火神大人的确很大方，只不过这几天就要辛苦这里的接待人员还有志愿者了。顺便一提，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，我把阿乔关起来了，暂时回不来。是不是对他太狠了一点？没关系的，他们就是这种关系，每个人和自己的伙伴都有独特的相处方式。怎么了？感觉你还是闷闷不乐？有我帮你，不用再担心了。我知道，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只是很紧张。我也不能一直用年龄小当借口，总要有点进步，不然怎么和大家证明我没有逃避巡夜者战争的意思呢？不需要证明，也不用在乎他们的眼光，只要你心里没有这种想法，你就不用觉得对谁有愧。如果他们觉得你没能兑现古明的期待，就让他们去找大林树里去，相信我，大林一定是看中了你的某种特质，才会将古明赐予你的。总不能是因为我比较耐打，不容易受伤吧？已经输了七八次吧，虽然成绩一直在进步，但是从来还没有赢过。老实说，七八次也不算多，你的进步就算没那么显眼，也不至于到被人贬低的程度。是呀是呀，不是说之前就差一点了吗？我就怕这次栽个大跟头，连团体赛都过不去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有我在呢，你栽了跟头我把你拉起来，你打不过的家伙我帮你打，就算你还没有体验过胜利的滋味，难道还不相信我吗？马拉尼，你真好，我相信你，我肯定相信你。你说的对，我要振作起来。虽然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林要把古名给我，但以前继承这个名字的人肯定也有搞不懂这件事的时候。他们都坚持下来了，那我也可以。是的，既然你的古名能够流传至今，说明之前的继承者都兑现了它所蕴含的意义，不然早就在某次战斗中破碎，永远的消失了。没错，我们也会给你加油的，我们就是你们的助威团。不，这怎么行呢？明明是我厚着脸皮说要跟着你们学习的，谢谢你们。我又想哭了，我今天遇到的都是好人，我好感动。交给我吧，我会赢的，至少在你们面前我不想出洋相。对了，妈妈告诉我要好好吃饭，不然没力气。我要好好吃饭。嘿，完全打起精神来了，太好了。也谢谢你们能鼓励他，在别人的眼里他可能还需要成长，所以愿意给他耐心的人也不是很多。我们已经感受到他的善良和努力了，这都是他闪光的地方呀。你冷静点，眼泪都掉进碗里去了。我去帮你们倒饮料。我从家里带了果汁，自家榨的，你们等我去拿杯子。这也专门带了吗？卡奇娜的背包就像无底洞，里面啊什么都有呢。说是这么说，他肯定是去找地方哭了。你们好像都很照顾他呀。他就像一个懂事的妹妹，其实已经把事情做得够好了，只是还缺少一次决定性的成功而已。我有预感，就是这次了。赢下这次归火圣夜巡礼，他就能完成蜕变。为什么？难道你有类似的经历吗？啊，那倒没有，我的自信是天生的。马拉尼在谦虚，他已经是参加过三次巡夜者战争的人了，全胜战绩，而且没有复活经历。哦，这不是超厉害吗？当时遇到的敌人正好都比较简单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等等，这样我听上去就真的不厉害了。反正不是什么很困难的挑战了，我现在就想和卡奇娜去一次，和好朋友一起并肩作战，再接受鲜花和掌声。我能理解，我和他也是。
为什么是这种语气啊？坚定一点，我总是在给你加油打气呢。饮料拿回来了，你们快尝尝，果汁的新鲜度很重要。看上去你也没事了呢。我很好啊。哎，不用担心，我真的很好，我只是有点紧张。我要多吃点肉，吃完了还要出去运动一下，暖暖身子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别太过火了，明天可是要早起的，小心睡过头。嘿嘿，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睡过头的。好了，知道了，早上我来敲门叫你们俩。不愧是你，真是机灵。天就比赛了。但是卡奇娜还是会让人不太放心，我们要再去帮帮他嘛。请指教了。毕竟他都说要跟着我学了，虽然我可能只是顺带的。这次由我们两个搭档解说，请多指教了。请多指教，记得多涂点防晒，热气球上阳光很刺眼的。甩尾。不知道这次会是哪些人胜出，你比较看好谁？这个太难猜了，特别是团体赛，什么都可能发生。以前也有热门选手提前相遇的情况，再加上环境限制、策略选择，根本预料不到会是什么结果。也是。哎，你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归火盛宴巡礼啊？最近我每天下班都去锻炼。倒不是不可能，如果哪天你上赛场，我会帮你加油的。怎么样，加乌兰妮，准备得如何？还可以吧。从你的表情就能看出来，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啊。笑一笑。像我们这样经验丰富的战士，拿下比赛不是易如反掌？你还是这么有活力，我倒是感觉自己老了。上次参加巡夜者战争是什么时候？一晃都过去十年了。十年怎么了？现在才是战士的黄金年龄，这次的归火盛宴巡礼我可是志在必得。准备的
经朋友了吗？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紧张？走，一起去喝两杯，放松放松。这个时间喝酒，这你们就不懂了，越是紧张越是容易失眠，小酌两杯反而会放松下来，这都是我多次比赛得来的经验。不愧是队长，就是有办法。向着星，人生地不熟的话，甩尾。要借你我的冲浪板吗？甩尾。一起去喝两杯。
启程。李行者，派蒙，如约集合。大家都挺准时的嘛，没有出现睡过头的冒失鬼。最危险的不就是你吗？还好有我在。阿乔的嗓门真的很大，有点头疼。是吗？那如果你发挥不好，就全都是阿乔的责任。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交的朋友，我帮你去叫人，结果他们不但不感恩，还要怪我。我同意马拉尼的说法。全一个样，没救了。好了好了，卡奇娜昨晚睡得好吗？一开始有些紧张，不过这里的床好舒服，躺在床上很快就睡过去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说不定你有一颗大心脏呢，只是你还没意识到。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，应该都吃过早饭了吧？我吃过了，虽然没敢吃太多。糟糕，光想着比赛的事情，忘记买吃的了。我就知道，给我帮你们带了。客气什么，等比赛结束后我们再去吃。比赛即将开始，请所有选手提前入场。重复一遍，请所有选手提前入场。虽然还想多聊几句，不过已经到入场的时间了，等会儿会先举行开幕式，你们坐的位置应该能看到我和卡奇娜，到时候拜托你们帮忙加油助威了。放心吧，我会用最最最大的声音，你们肯定能听见。谢谢，我会竖起耳朵去听的。那我们走了，回头见。
见。比赛即将开始，请还没有入场的观众到观众席就坐。重复一遍，请还没有入场的观众到观众席就坐。嘿嘿，到我们啦！我还是第一次看规模这么大的比赛呢。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进去吧。要进场观看归火盛宴巡礼吗？比赛开始后就不能随意离场了。放弃吧。